台湾美食的名称。是的。哎，不要猜错了哈。来，好了，计时开始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喂，几个字？很臭，臭豆腐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臭豆腐。讲完了。臭豆腐。对对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下一题。来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后面你问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什么？好什么？这一题嘛，麦克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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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台中最。太阳饼，太阳饼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德国人最喜欢的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四个字。那个德国猪脚。没有，前面对。德国香肠。没有没有，后面。就德国人那个吃，你看到哪里猜这个？德国，台湾人都说，哎，你很喜欢吃那个吧？你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字嘛？你刚讲了两个字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猪脚，猪脚。那后面还有长的东西。长的东西。就是。真的好笨哦，怎么办？一条一条的嘛。猪脚呀。大肠包小肠。猪脚大肠。猪脚一条一条的。猪脚便当。No no no， 意大利，意大利。意大利，不要不要，下一题。没有一条一条的意大利，少下一个了。下一题。好，几个字？没有，嘿，从头。